现在测试的是 Osmo 用的这个补光灯，啊 ，Osmo 用的补光灯 ，Osmo 用的补光灯，51颗 LED 续航一个钟头，啊，51颗 LED 续航一个钟头，啊，只要在这怪机室买 Osmo 就送 Osmo 用的副厂补光灯，啊，那 Osmo 虽然表现的不错，但是呢，噪讯该有的还是有，那如果加以补光的话呢？可以产生出的这个色泽呢，跟画质呢，都可以明显有效的提升，好，都可以明显有效的提升。那在这里介绍 Osmo 这个补光灯呢，来怪机师呢就可以免费，购买 Osmo 就可以免费获得 Osmo 专用的51颗 LED 灯珠的 LED 补光灯。那这个灯呢是自己带有电源，自己带有电源。好，自己带有电源，可以续航达一个小时，那充电也非常的方便。充电你只要呢，哦，充电你只要用行动电源，哦，用5V 进去充电就可以使用了，哦，就可以使用了，哦，就可以使用了。好，哦，这是我们家的吊臂。非常的轻巧方便，一个人就可以做三个人的事情，工作效率呢更是传统吊臂所没有办法跟上的，收起来呢只有50几公分，装起来呢4米，好，最大的高度呢可以到达3.8米左右，好，垂直高度可以到3.8米。这个也是怪机师很厉害的东西，拉杆包，哦，它有拉杆，有轮子，可背可拉。重点是呢，这个怪机师拉杆包师兄弟呢，价格非常的实惠，哦，通常进来的人看到都会把它带走，因为便宜又大碗，里头可以装 NGN 镜啊，哈，很多的隔层在里面，多到不行，哦，可以自由发挥，哦，那大概测试这个。怪机师的这个 Osmo 补光灯，来电就送哦，哈，来啊，不是来电就送，要买 Osmo 稳定器才能送。那单独购买这个51颗灯珠的这个 LED 灯呢，也有哈，欢迎洽询。